你刚刚才讲，咱伫咧遮，应该是无人知影咱伫咧遮，可能是拢唔对路啊。我去看下。哎呀，莫怪伊啦，咱来这边有这张我要开始，我规组有人照料咧。俊南，我是亚芳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 你先创啥啦？面包你冇带好无？面包已经出来啊，你怕怎么样呐？当然不行，只要我卖开门，伊无当场抓到，我都用坚持，我跟你无关。这题叫做送分题，房间真小，你家己找，啊，我给你提示。 代志你莫着急，豆豆讲啊。啊，全全都唔知啊，怎转来关你房间内底拢歪讲话，啊唔歪食物件，我甲发孤单，拢歪搞我瘾，啊真正唔知到底是安怎，你去转来看麦啦。等某你卡叫我一声客户，算起来嘛是一家伙啊，你妈阿娘小心眼啊。来，全全。妈，你搁全全起来接我电话。 我就一直加油，伊都拢无爱搞我，伊你去转来就对啊啦。好，我即马就转去，啊，不过你要替我注意哦，吼。庄振南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，我今日无拆破咱阿母的情分，是为着全全。 是予你机会，好好啊考虑。你家己想较清楚。你刚知影，拄则你敲电话予我的时阵，我咧创啥？我哪知？啊，你唔是去看医生？无人会当掠到遐尔准。 我若是叫你无唔对，是正南爱你敲电话叫我转来。无啊，哪有？妈，你敢知影你大概讲白菜时阵，你的声音拢会变干呢？你若是知影正南做唔对代志，你应该是爱劝伊还头，唔是替伊安康。正南是倒位做唔对代志哈？你慢慢安尼误会正南。 你慢慢去找莫妮卡的麻烦，人伊即马当地甲正南斗相共呢，你敢有才调？你若无才调，你就莫耽误正南的前途。我讲到遮尔白，你家己好好想清楚。